林阳老师，你好。你好。谢谢你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您现在正在参与欧盟地平线2020的一个项目。嗯。我们想问一下，您首先介绍一下您的科研领域。嗯，我的科研就是围绕着真菌毒素的预防和控制开展研究。也许你知道，就是真菌毒素是一种有毒的物质，对人和动物。嗯。我们的工作呢是。在食品和饲料整个产业链预防和控制毒素，也是在农产品的种植、收获、储藏、加工过程中，控制产毒菌的发生，控制毒素的形成。嗯，对已经形成的毒素，用加工的方法，利用酶解的方法，把有毒的东西降解成无毒的，这样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保护人和动物的健康。好，那请。您可以简短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参加的这个项目主要的内容吗？这个项目就跟我们在做的项目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也是说围绕着真菌毒素从产前产后这个开展工作，从形成机理啊、预防机制啊、预防的方法、控制方法，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呢，就是有一个工作呢是在田间，我们利用生防菌。来抑制黄曲霉菌、黄曲霉毒素的产生，这是我们的一小部分工作在这里的。好，谢谢。那请问一下，您认为国际合作对于您的科研领域是否有必要？我认为国际合作呢，对于不管是对我或者是对于任何一个科研人员，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请问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国际合作对，就是说，您的科研质量，就是说，在发表文章啊，在期刊影响力，还有就是转载的次数，或包括专利，或者是国际知名度等等一些可以用来评价质量的这些方面，您觉得国际合作对此是否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会有影响，但可能是特别对于青年人言。我觉得对我来说或对我们课题组呢，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真菌毒素呢，在我们国家也非常严重的。我是10年前回国的。回国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对人和动物安全是很重严重的一个事，所以国家政府对这非常支持。我目前获得了9级3项。行业科研专项、技术员专项、国家资源基金，几乎所有的项目真菌毒素都已经给予了资助，国家资助大，所以我们产出也大，大概我们整个合作可能有将近30来家单位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所以我们那个这个你也知道，这个投入多，你产出也会多，比如我们课题组，去年到现在可能我们发表了将近。40多篇文章吧，SCI 文章就有25篇，我们最高的也有18等级，还有5分、6分的，专利我们也10多篇，就这个领域，你就说，我们2014年也召开了第一届，不是第一届，今年我们召开了中国的真菌毒素大会，2014年我们召开了国际真菌毒素大会，在中国北京开的，我是大会主席，对于我这样的，比如年纪比较大点的，可能这个意义还没有显示出来，因为这个项目也刚刚开始。再有，目前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也非常多，也有好多合作伙伴，所以你这个项目可能对我这方面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年轻人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不光指这个项目的话，国际合作整体来说，对这些上述提到的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有科技部的高端外专项，我们也得到了好多这些科技部的国际合作的支持，外国专家到我们这访问，到我们这做实验，目前我们在申请一个 APEC 项目，就是亚太地区的，就是中国。是我们主导，我是 coordinator， 有大概10几个国家来共同参与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进入第二轮了。好。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参与这样的欧盟框架项目，您觉得就是说会给中方对中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益处？会中欧洲又可以在中在这种项目中从中国这里收获一些什么？就是说您可以谈一下您的项目，或者是比较普遍的，就是说推广到其他的项目也可以。就我这项目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欧法的一个主持人，我们是很好的一个朋友。我呢就是说非常愿意支持。当初这个项目申报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得到的信息也是跟以前的，那叫地平线，不是地平线，那框架计划七、框架七、框架六一样，就是每个方都会得到资助。我们因为参加的项目也需要跟单位去汇报的情况。我们跟单位汇报也是有经费的。当初他们说呢，欧洲那边他们负责，中国这边呢我们负责，也是有经费的，单位也愿意做这些事情。但是到后来呢，这个过程中就说，突然就说没有经费了。没有经费了呢，我跟单位说呢，单位就不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我们院里跟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给我们弄得也很被动的，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单位就是好多人对这个的理解就是说，那要不拿钱什么也不拿，只付出只工作，那是为什么？包括我的有那个外国的学生，他们就说他们国家就不参加这项目。就说这属于不太对等。所以我跟单位解释这事情也很费事。因为我解释不通，因为当时也说好了，你原来说是这样，现在就是又另外这一样。关于这个东西，我觉得合作呢总是有相互是有益处的。但是就这个项目来说呢，就是说原来是说有钱的，后来没钱，这倒无所谓。因为有的信息，如果你要不出资助的这些好多信息或者是专利什么的，很难在一个小范去分享去。特别是欧盟的项目这个也比较大。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你把你的信息公布出去了，你做这个研究一定是别的渠道资助你的，你应该先向那个渠道去汇报。汇报完以后你可能你才需要去到欧盟汇报去。但是如果这个欧盟项目要求你去汇报，这就比较两难的问题。他们不出钱让你去汇报，这个汇报呢可能还没到向除前单位之外的人公布这个信息的时候，这就产生一个两难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对项目来说，我说呢不是针对这一个项目，就像你问我的，就是对整个这个地平线2020的项目，我觉得有的项目可能这种只是这种信息交流啊，或者是知识的交流啊，不管哪个项目都是必要的。但是有的项目可能你做什么东西你要保密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在一定的期限内。我明白了。您本来下一题就想问一下您有一些什么地方希望可以改进的。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说您觉得从科学技术交流的角度上来说，在您这个领域参加这个项目，对中国的学者可以从欧洲学到什么，欧洲可以从中国从中国学到什么，或者就是说可以开有什么他们在他们欧洲本地不能实现的东西。我觉得对我们这个研究呢，我觉得大家的交流很多。因为几乎我们做这研究的每年都会见面。比如2014年我们就开了一个，在中国北京开了一个国际神经毒素，一年关于神经毒素呢，会议国际上最起码得有两个或者三个这么会议。这些信息呢都能够在那上去行交流。关于这个呢，就是说项目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信息的交流可能要是在一个项目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交流。就像我说的，但这个早的交流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一个弊端就是说，可能给我钱的人说我把握不好，我什么时候应该公开不公开。如果我要找公开给我钱的，特别是我们
为政府部门工作呢就比较为难。嗯，但是我们参加这个欧盟项目，我们不去报告我们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不对的地方。嗯嗯，好，我明白。嗯，谢谢。那您觉得就您的观点来说，这就是在这些欧盟项目这整个体系中，您觉得在管理层面有些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在科学家的之间的交流层面上有什么建议改进的地方？嗯，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也一下子抓不着头绪。嗯，我觉得呢，这个项目可能需要欧盟跟其他那些国家，我说的其他国家就是不得到经费支持那些国家，嗯，跟他们的政府部门要好好去沟通这个东西。要不因为好多这些国家有的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好多人希望，特别年轻人希望跟国外去沟通交流。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项目我得到的信息就是说，外方比如中国科技部会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呢不是说你这项目得到了你就获得支持，嗯，你也必须再另外去申请这个项目，嗯，申请根据这个经费你能得到不能得到，你什么时候能得到这是一个问题。嗯，再有如果你项目已经有别的项目了，受项目的限制你可能也不能够再去申请。嗯，就是这些问题你没有沟通好，特别是刚开始那个阶段，嗯，我觉得最起码这个没有沟通好。哦，嗯，好的，嗯，谢谢。那最后就是说我想问您，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建议可以给其他想要参与到地平线项目的科学家，就是说也有可能是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加入到这样一个项目，嗯，怎么样去认识国外的合作人，然后怎么样加入到这样一个团队里面，嗯，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好，关于这个呢就是目前呢也有我们参加这个项目，我先说我怎么得到这信息。嗯，我们之前那个项目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同行嘛，嗯，他们有这些项目就说就找我们，因为这项目也需要中国科学家和其他国家参与。嗯，还有另一个项目，现在其实我们现在也正在参加另一个地平线的项目。哦，嗯，也是他们欧洲呢找到我们，嗯，要希望我们参加这个。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途径，你通过日常的国际交往交流会知道这一个信息。 嗯， 嗯，另一个呢就是说我说这信息从外方知道，再有就是说欧盟地平线他们也有他们的网站，他们要有一个新的一些项目他在那块会公布，可以去关注这块。嗯，然后中国科技部啊或者是比如我们农科院也会了解一些信息，欧盟这块也到中国呀去各地方去宣讲，这是另一个信息。再一些信息就像比如我们参加这个项目，我呢就也把我们单位其他的年轻人，还有就是以前跟我们国际合作就跟我们合作的其他单位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这些信息，参加这些项目。这些项目虽然拿不到钱，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嗯，就是他们把握他们研究的内容。嗯，这个研究内容就是说向往避免，就是说他的信息一定要跟欧方。我说我做什么工作和欧方希望做什么工作，我能够去给他提供这些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也能够按时去公开的，嗯，不存在这些提前公开这些问题呢，这个前提下，嗯，去参加这项目，而不是为了国际合作，参加国际合作而和国际合作，要不将来遇到麻烦了，对科学家本人，对年轻人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情。好，谢谢您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刘先生。